嗰時我參與最緊要咧，大概十零年前咧，就參加做佢哋嘅校董。咁要我真係變咗深化理解城大嘅發展。咁呢一方面咧，咁我都好開心喺城大裏面咧，都係做咗唔同委員會，同埋係我做嗰陣時係corporate relationship 嗰個 chairman。咁我覺得就都睇到城大個發展喺呢十年啦，即係發展得好快，同埋好有成就。因為嗰陣時我哋自己父母個公司叫和富，咁我都希望係一個傳承啊，就用翻我屋企嗰個名字做和富。但係依樣諗唔到，有一日和富呢個名字更加適合我做慈善嘅發展。咁你知啦，特別我父母點解諗住和富兩個字咧？因為佢哋都係戰爭時代即係出生嘅，即係之前佢哋好明白一個社會嗰個和諧同埋個富裕嘅問題。佢覺得嘢好緊要，所以我都覺得喺而家我哋個理念又好啦，嗰個名啊就好適合我哋一個社會嘅長遠嘅發展。即係我自己咧都覺得自己好幸運喺社會嗰度，即係都去發展咗自己。咁有陣時覺得係我自己發展、公司發展，都最緊要係社會係咪有一個持續嘅發展。咁我喺不斷喺度諗啦，咁社會持續發展，特別喺企業嗰度有咩需要做啦？咁我成日覺得係成個社會咩要有共同嘅理念嘅，唔係話商界商界嘅理想，市民市民嘅理想，我覺得依樣嘢就好重要咯。咁我就用翻自己嘅名字，點咗一個和，即係比較和諧啲，同埋一個有前景，同埋可以個社會有一個富裕嘅社會。咁我覺得最緊要咩？大家同一個理想咧，就是、經過一個共同價值。呢、這個共同價值個理想或者嗰個睇法咧，我相信喺美國都講好耐啦，叫做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但係問題咩？我哋商界做下咩？覺得呢個係一個俾人哋覺得我哋商界做到嘢，係真係有社會嘅責任。但係咪真係個理想係咁咧？我哋而家更加要去點講啊？促進呢一樣嘢，即係俾人睇到。社會的理想、市民的理想和可以個企業的理想可以大家是一致的。那我覺得這件事都是靠一個大家有雙方面的發展的機會和大家良好的得益，我相信這件事都是靠一個價值。是我們要基本的條件優先，即是我起碼我生計我不用這麼擔心，咁我屋企啊，起碼穩定啦，呢啲真係緊要嘅。咁下一步啦，有基本條件咩？我都考慮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個社會同埋我屋企嘅發展啦。咁點解今日我咁覺得係呢個價值好緊要咩？價值咩都可能要考慮關愛，要去尊重，要包容，同埋咩要做負責任。呢啲嘅價值咩都會令到啊個社會咩會有。可以講話有禮貌啦，因為你尊重別人啦，係咪？依好緊要嘅，同埋你都會幫到別人啦。所以商界都要有噶，佢唔係話我商界淨係賺錢咁簡單，佢都要考慮成個社會嘅發展啦。所以我覺得依個共同理想咧係需要嘅。咁所以你問我點解我有依個理想或者我想做一樣嘢，我覺得係譬如我屋企，我而家特別講，我而家四代喺香港嘅分宗，我媽媽在，我孫在，咁我都希望依係我個家。大家都希望我家更加開心啲啦，咁相信呢個都係我自己覺得做幫別人，唔好話幫別人啦，做啲社會服務咩係我想做嘅，因為呢樣嘢都希望凝聚一個社會嘅發展。每一個香港社會特別到我哋嗰一代，係覺得係青年嘅發展係重要。大家最大的問題，青年份之一啊，係我哋要有一個觸覺。話喺我哋嗰代又好，喺青年嗰代，我哋明白乜嘢係緊要，乜嘢需要做社會先可以持續，同埋青年可以承擔我哋想做嗰樣嘢。所以我不斷咧都有幾個範疇去諗嘅。第一，我哋自己要搞清楚嗰個教學理念或者青年培訓嘅理念先。我哋知道咗乜嘢叫啱去做嘅，但係佢都唔係容易揾到個答案嘅。咁我先有個全面嘅計劃，所以睇到而家咧喺特區政府有啲人講緊
乜嘢係香港嘅青年政策？嗱，好多國家新加坡佢一個青年嘅一個局嘅，去統籌一個青年嘅發展、教育同埋社會服務好，或者去到你講到話唔同嘅局都有青年嘅活動，去到文化啦。咁你啲嘢你點去配合成個社會青年嘅發展先？我覺得依樣嘢係緊要嘅。第一，你一定有一個統籌同埋一個方式、一個理念點做。我覺得依樣嘢係香港係要找到嘅。所以我同城市大學一個例子，一個係嗰個理念，第二方式就係個方案。城市大學都有地方咩？我哋唔知道，你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呢度講係 positive education， 係一個 methodology 去教育嘅。依樣嘢都係話你有咗個理想之後咩？你都有唔同嘅方式去教。IB 啊，我聽到喺中學係一個方式。大家都聽到香港，譬如 GCSE 都有佢嘅方式。你去到香港 DSE 都有個方式。但係去到 City U 而家講緊 positive education 可以做幾多入到教育咩？嗱，呢啲係我哋城市大學咩係去諗嘅。依啲係個方式，但係最緊要我哋有個社會嘅共識，教育理念係乜嘢？你都知道香港又好，依家喺城市大學啊，我哋都不停喺度改嘅。大家都係話我哋做研究要到國際水平，要排榜，希望係。我而家我城大個排榜非常高啦嚇，喺國際喺100名裏邊。但係諗翻轉頭，喺個培養人嘅品德，佢排第幾？你可以話我哋做研究，我啲學生出嚟好有做去專業人士，但係我哋有冇講到喺佢個人做人個指數係點先？我啲有大學而家諗緊，就唔好淨係講到佢係點做事。是怎樣做人？嗱，大學嗰陣時都話去到大學咩，有個睇法不同。他話因為我哋最緊要咩，做依個培養同學咩，係培養點專業化，點去令到社會的發展。但係好多時間咩，喺個專業同埋經濟發展。但係點樣做到一個社會發展去持續，特別喺品格裏邊的最重要？嗱，依樣嘢咧，你問我咧，我係比較關心嘅。嗱，因為我覺得去到某個程度，而家乜都係講緊啊，你點樣更加好？所以讀書一樣噶。點解香港好多人唔開心咧？家長唔開心，老師唔開心，僱主唔開心嘅喎。點解啊？因為佢個個都話要讀得更加好，要考幾多分。但係你都知道我哋僱主成日都講，你請一個人咧，係靠佢讀咗幾多書，有幾多嘅能力。但係最終嚟講咧，你做唔做一個成功嘅同事咩？係靠佢嘅態度，啲佢嘅價值。所以我覺得喺大學，你問我今日我重視乜嘢咩？係真係我好重視咩？所以頭先一樣喺個品德教育，個社會認咗一個社會嘅可以講話佢嗰個成個文化嗱，依樣嘢我係重視嘅。記得我係早幾個月喺我哋有一個嘅講座，咁我都記得有個同學就係30歲 Eric Chan， 咁佢係一個創業家都好成功嚇，咁佢都應該上埋市噶啦，我相信係好成功。咁佢同我哋講有三個字，佢希望我哋同學記得三個 H， 咁我都話三個 H 係咩 H 啊？佢話咩 ？Humble。Hungry and helpful， 嗱，依個係一個唔係我嘅年代講嘅説話喎，係一個佢我估佢大咗30歲啦，佢都唔應該多30歲好多噶啦，但係佢一個好成功一個 CTU 嘅學生出嚟做創業，咁呢三個字眼講一個人咩？點解要 hungry 咩？佢先要不斷咧就去做，但係做人咩應該謙卑，應該去尊重別人，但係最緊要咧唔好驚蝕底。成日都去幫人哋，佢覺得依樣嘢係令到佢自己做人做事咩係好成功，所以某程度咧，我覺得佢學到點做人，佢可以做人，佢先係學到識點做事。依個我係好開心聽到一個城市大學啊，佢一個比較上細我好多嘅朋友啊，可以做到依樣嘢。嗱，依個都係我自己個理想嚟嘅。
因為特區政府你都聽到啊，喺我哋有科技局之後咧，佢成日都話要 midstream research， 佢講嚟講去就想落實。城大自己係扮演個角色，佢應該更加係想辦法舉嗰啲項目，舉啲學生點樣去促進一個社會嘅發展。第一方面喺個技術方面去做，但我頭先講第二方面，我希望城大真係培養人才，因為人才唔係淨係話佢有技術，我希望佢有品格，希望佢係做個社會一個可以俾人哋睇到香港嘅代表乜嘢，我哋係有品嘅。嗱，依樣嘢我希望城大咧更加要重視依一方面。我知係需要做嘅，我相信一個社會發展真係要靠自己個文明嘅社會，需要一個文化社會。做人咧要先點樣學做人，後先點樣學做事。依個都係之一。我頭先喺不斷喺度我自己嘅演繹。仲有嘢我想講咧，對我更加緊要。頭先問我點解我肯為社會一齊行，我唔好講話我哋做乜嘢，係同心同德，以人為本。我覺得依樣嘢對我嚟講係我覺得每一個學生、每一個香港人咧要考慮嘅問題，點樣喺個成個社會係同德同心，以人為本。我希望為社會咧。在这个理念之下，会更加开心一点。